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小五。今天是母亲节，祝天下所有小伙伴们的爸爸妈妈都母亲节快乐。今天是母亲节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只要收集一些瓶瓶罐罐，还有废纸箱，我们今天的学校，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用那些瓶瓶罐罐来换礼物呢。走，等我换好衣服就要走吧。都快迟到了呢。这不都11点了，十点都要到了，你11点才回来呢。我忙嘛。啊，知道了啊。我们学校集了这么多瓶瓶罐罐，走吧，快点，不然都迟到了。走，快点。在前面。好，你坐在后面。那我们出发吧。我们已经迟到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换呀？走吧。走。我们获得了一个牙刷，还有一个，哇，还有一个小奖状。小奖状上面写的什么？劳工小明星。劳工小明星。虽然是一个母亲节，可是我的妈妈在加班，因为今天很累，妈妈，所以我正在家里帮她干活呢。这样妈妈回来就不用干活了，快点去做你的饭吧，不然妈妈回来妈妈就吃不到了。知道了。还有今天早上的蛋糕要忘记买了。对，待会去快点去买。好，多多工房，快点，妈妈都快下班了。好，多多8点多了。妈妈回来了。妈妈，宝贝，Hello， 我下班。妈妈辛苦了，母亲节快乐。啊，谢谢你。我们两个人不会煮菜。等我呀。菜还没煮。我给他煮。做一个杏鲍菇炒杏鲍菇。杏鲍菇炒杏鲍菇是啥呀？就是杏鲍菇。那想吃杏鲍菇炒肉，拿出来。这个杏鲍菇就是素肉，这个就和肉的口感一样，你一会儿尝一下。还不要吗？肉还冻着呢，用鸡蛋炒吧。哟，一定要给你吃。张思瑶小朋友是勤工小明星。妈妈，这是我用废纸箱给你兑换的牙刷。在学校呀？嗯。啊，这是你给我妈妈的礼物呀。一共1块钱。是哈。嗯，谢谢。这是我送你的信，快来打开吧。哟，这是什么呀？黄黄的这个。妈妈，这个是火旗印章，可以让你的心愿成真，快点许个愿吧。真的吗？对。这是什么呀？立体的，后面有字呢。啊，原来秘诀在这里呀。对，妈妈我爱你，这是我自己写的，爸爸没有辅助。妈妈也爱你。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，祝天下所有小伙伴们的爸爸母亲节快乐。再见，拜拜。